好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呀？我要安装外星能量供应系统。啊，我看到这边一个椅子啊，然后把你引导过去啊，把你引导过去，然后在你左边的额头上贴上电极贴，现在我检查一下这个电线上有没有电送下来，啊，有了，再看一下那个电表上有没有计数了啊，开始计数了啊，表通了啊，已经安装完了啊。同人家一样，多喝点水。如果你饭量变小了，菜也少了，那要补点盐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已好，经那，安装好了哈，这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是已经好，完成了。哎，完成了，哦，好，太好，哎，啊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不用谢啊，那就这样了啊，好，再见啊。